说你这些盒子都是你们自己生产的。近日，龙岗区罗岗派出所的民警成功捣毁了这个售假窝点，涉案金额多达50多万。近日，罗岗派出所接到深圳市伟义兄弟出口有限公司的举报，说有人生产销售假冒的艾克斯达牌充电器，并且这个销售假冒产品的窝点就在龙岗区罗岗片区。在6月份就发现了，在德国有客户反映出来，所以说低于我们的销售价在卖的东西，我们就通过客户买到了这个东西，拿回来我们鉴别过后是假冒的东西。根据摸排走访，辖区罗岗派出所很快便锁定了一栋民宅。经过前期几天的那个一个摸排和侦查，于今天的下午4点钟左右，我们办队的民警啊，在辖区的诚信华庭小区的某栋的2楼就查获了这个销售的一个窝点。在销售假冒产品的窝点内，民警发现了假冒的该品牌充电器3700多件，市场价值大约在50万元左右。目前涉案人员已被罗岗派出所带回调查，案件也在进一步调查中。都市记者牛玉龙报道。要不要站？你过来吧。然后我们，然后拍了没？感谢你们啊。